疼吗？不疼。早餐啦，就在这儿待一会儿，挺舒服的，坐会儿。下周跟我一块儿回去。嗯，我还是先回去吧。我在这儿待着，你没法用心工作了。我吃你的。嗯，给你尝我的。哼哼。回去之后好好在家待着，我这儿一忙完我就回去陪你。我舍不得你，爸爸。走啦。哎，再抱一下，再抱一下。好啦，拜拜。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。回去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注意安全啊。